箱鞋也是你肇事逃逸上重要的证据，你哪会淡掉？唔免你管。上重要的是烦恼的态度，只要愿意负责、尽全力去弥补的人，一定爱得到原谅的啊，对不？你还阁有真好的人生，千万唔通想袂开。今仔人，你我厝内底。那呢，今仔刚方便去哩。你来阮家，我要提供一双高跟鞋做刷手。阮姐夫要甲一个查某囡仔讲电话，伊去叫伊卖考，迄个查某囡仔敢若叫做小平。你好，我是王雅芳，我今日是代表地主来甲你讲土地买卖代志。你目前新收到的数目，那只是证件。请你甲你的账户传讯息给我，我家己填。他说即届你会当甲执行到三工，那呢我相信执行到雅惠以后，应该会当顺利好好行落去。这不是高，是我一下。小平，这双鞋也是你肇事逃逸上重要的证据，你哪会淡掉？唔免你管。上重要的是烦恼的态度，只要愿意负责、尽全力去弥补的人，一定爱得到原谅的啊，对不？你还阁有真好的人生，千万唔通想袂开。那是我来找另外一个要做合作的关系官。你是危险人物，你真正要无恙。前面的人到底是什么目标？是安怎要到阮业界抢土地？我今仔人伫我厝内底。那呢，今仔刚方便去哩。你来阮家，我要提供一双高跟鞋做刷手。阮姐夫要甲一个查某囡仔讲电话，伊去叫伊卖考，迄个查某囡仔敢若叫做小平。阮大哥嘛咧争取一块地，我希望讲会当用我家己的能力赢伊，安尼阮大哥输，阮才会心好看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就是爱叶志成输。等得手，和叶志成无再多去签约，我来找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